什么朝，什么事，请作答。我看到答案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你们真的有本事，四个都写不一样答案，你们真的很感人呢。从彩玉先来，你写的是海，海市，就接蜃楼是吧？海市是吧？海潮，海手大概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海，手放到海里面玩。哦，手放到海里面叫海手。国清哥写的是热，热手，手很热。热潮红，热市，市场很热。萧子乔写的是人，人手人潮，那人是卖人的地方。哦，卖菜的地方叫菜市，卖人的地方叫人市啊。啊，刘宪龙写的是晚，这个你这里面对哪个你觉得？晚市、啊、晚市就是菜市场哦，早市晚市是晚市，然后晚朝，晚朝，我跟曾国荣两个讲的答案不一样，可是都成立。我问他，他说你有答案吗？他说有，他说黑，黑手，哦，黑潮，黑市。我什么答案你知道吗？新旧的新，新手，新潮，台南有个地方叫新市。哦，那我们看教授怎么给我们打分数啊？请揭晓。没有人答对，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黑呀、啊。